这么说有点两难哦，就是打者打不到，他一下都给打者打。这球挥棒落空149公里，厉害了！说着说着就马上用三振了，做一个这场比赛的漂亮开场。他的特色啊，这个攻击还是蛮强悍。接下来轮到郭天信，哎，结果这个球哦，一个出局是没什么问题了。这个球挥棒落空，单振了林少成，在这个半局龙队取得2分的领先。目前球数还是占有优势。那目前配球的一个模式跟前一局是一样的，速球往上飘，再搭配它的一个纵向的一个变化起来，说的就来了。所以等于往上也要能跑，对，往下掉才有效果。对对对，如果是你的上飘准备出来的话，可能你那个纵向的变化就效果就大打折扣了。这球真的相当的精彩啊！今天猛登的第3K，那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图奇的好朋友。这就是东哥讲的了，就是不只是往下掉的，但你往上跑的它也会挥空。这是今天猛登的第4K，这球就很明显的这个整个转速啊上转的威力，就投这个高球这个位置要特别小心。这球被一垒手拦住，没问题了，来了之后将这个半局的攻势给瓦解掉，目前两队的比数还是2-2，投16公格，对不对？前一轮的郭彦文是打了一个中线的安打，这个球在界内哦，捕手接到应该没问题，将打者给刺伤。选手比方说刘市长速度慢，我可以站深一点啊。这个球往二垒传，抓到了徐博伟。精彩的一个阻杀，这猛登的速度可能会让打者挥空率会比较高一点。这个球有点挤压到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。中外野手往后退，将这个球给接杀，形成了一个变相的3-3。目前3局上半结束，2队还是2-2。胖子这时候呢，已经就直接摆了出来。小飞球，但是已经让三垒手必须要出来接。这一球打到了左半边，这一个距离接到之后没有跑，对，刹车，这个跑会出局了。那这个转传也非常的快。手过去补位没有问题，成功的暂停也让猛登化解了危机。目前双方的比数还是2-2，不会到3位数啊，想办法可能看看能不能够投到第6局。内野的一个滚地球，二垒手屈前没有问题，叶东华手背还是行云流水。但确实啊，就是西方人他们留胡子的比例也比我们高了。这个球捞起来，但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。交给左外野手，把这个飞球给接。这个球被叶雷手拦住了，自己回头踩雷，结束了5局上半为熊队的攻势。目前两队还是2-2平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lia， 请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以及 Podcast 兄弟，你来说。